好望住呢個美倫餐廳，餐廳呢個位置，咁就啊呢個大馬街呢度可以知，幾旺客，對住呢個荃灣廣場，而家就差唔多 lunch time 時。美倫餐廳，好嘅。好望住美倫啊呢個位置，先我先望下先，旺旺位嚟㗎呢度。好，大家好啊！哇，买家抢咗啊，离晒谱啊，你真系啊！咁啊 ，anyway， 呢单好嘢啊，呢单好嘢嚟嘅，真心呢单好嘢嚟，我睇咗好耐嘅呢单嘢，咁啊研究过呢单好嘢。荃湾大坝街53-57号地下即系1号铺，即系53号铺啦，就啱啱成交咗4600万，业主 confirm show 坚噶啦，我一路还紧价，总之你俾贵，你俾多少我俾多啲嘅时候抢咗单嘢啦。我唔系好中意你，波士蛋啦，但系呢间靓波嚟嘅，7.5分位，5分市值，10分超平，1分片案啦。咁啊，而家就讲系2021年嘅7月22号。咁啊，星期四啊，晏昼嘅朝头早11:02啦。咁就呢个位置我睇咗好耐噶啦。咁个睇完又睇，睇完又睇落，咁都多人嘅，多人嘅。咁啊，呢间铺建筑面积1000尺，就系呢一个嘅美伦餐厅啦，入边好好生意嘅。原本业主叫价吹水啦，6500万，成交咗4600万。今日报纸你都睇到噶啦。今日出咗消，琴日咧就收到风，但系琴日咧我哋个跟开个经纪就同我讲未卖，未卖，未卖，肯定未卖，900% 未卖。但系总之今日咧就同我讲话，业主突然间转口风话卖咗啦，嗱，所以就话俾你知，坚。肯定堅啦，所以琴日我收到風嘅時候，我都唔夠膽講，因為我喺度傾緊啊嘛。咁啊但係就個今日話堅咁啊，話俾你知咯。恭喜買家，好嘢嚟嘅呢間嘢，而家回報2.9厘，租金11萬。咁啊，去到2023年嘅8月份，咁呢啲位嘅時候，我相信咧，咁啊租12-13萬呢啲冇問題啊，呢啲位 OK 嘅，3厘幾回報唔錯嘅。咁啊近呢個荃灣廣場嘅出口位，即係近住嗰個巷仔啊，去嗰個咩享和街啊，咩享城街啊嗰頭咧。咁啊之後我沙咀道嗰度咧，我哋有兩間鋪，咁都賣曬啦，都 OK 嘅。咁所以就原本業主93年啊，733萬買入嚟，93年733萬買入嚟，咁啊揸咗幾耐啊？揸咗呢個嘅28年到啦，咁就733萬變成4600萬啦。咁啊賺大錢啦，好嘢啊！咁啊，所以呢個位置嘅時候唔錯嘅，呢個位咁你有機會落去睇下啦。咁餐廳好好生意，呢一辣嘅餐廳都好好生意嘅。前排咧作為一個成交比較啦，咁就側邊嗰度嘅時候咧就比較近翻個叫做同一條街，就係53-57号8号鋪，即係側邊咧有間嘢係比較同樣大細，近嗰個叫做元敦圍，元敦圍會難讀個名。咁位置比較差少少嘅，就2018年3月份嘅時候曾經成交咗450萬嘅。咁啊咁嗰間位置差少少，450萬，呢間位置好少少就成交4600萬嘅靚啊！呢間平嘢咁，但係因為始終今時今日咧，比較大銀碼嘅鋪咧會比較難賣啲。咁啊，4000-5000萬以上咧，好多時咧就要即係要平啲咯。但係如果1000-2000萬咧，就會容易走貨咁咯。好，各位買家，咁啊呢間好鋪啊，7:05啊，各位買家搶咗啊，唔中意你，好憎你，冇揾我，拜拜。